啊，你若是问讲为什么咱的佛法的法门遮多？为什么修净土的法门？净土法门无比殊胜利益，就伫弥陀微心加持啊。诶，即其他法门内底无的啊。即袂当毋知影。咱今日拄到这缘太殊胜了，绝对啊，唔通可以走去啊！啊，咱的学习分分秒秒拢爱个抓条抓个真严，唔通可以走去啊！分分秒秒要安怎个抓到呢？一句佛号啊，净念相继，唔通中断。你就会抓到一个中端咯，咱讲的烦恼来对失念，你迄个正念失去咯，正念就是阿弥陀佛，念念是阿弥陀佛，念念是正念，只要正念若无，邪念就会出来。无邪念，无邪念是无明出来咯。未开智慧啊，所以无念佛的时阵，唔是无明起来，就是妄念起来。这是一定的啊，无例外。那伊无念佛，干咪用的呢？无念佛，拢是妄念，拢是无明。妄念造业啊，造轮回业。无明好多啊，未开悟啊。障碍的念佛，这是咱人生第一件大事啊！把人安怎做，咱就卖以管伊啊！咱啊，家己啊，依照经典讲的道理、方法、境界。认真来学习，安就对了。经是佛讲的，世代相传，传到中国嘛有2000年咯，这毋是假啊。下面就讲咯，但名号即声闻十方，普遍三军。你讲文明，文明的功德，为什么啊？弥陀的名号声闻十方，十方世界拢知影呢？是啊，一切诸佛如来拢在宣扬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如来恭敬教学，无违讲净土三经呢。这都是对阿弥陀佛做宣传啊，做广告啊。
所以阿弥陀佛就生啊。啊，灵性灵界灵法缘求生，这都是阿弥陀佛有缘的人，不信啊，未解，无想要去极乐世界，甲阿弥陀佛都是无缘的人。也唔过，咱知影，遐无缘的人，无论生到倒一尊佛的国土，经典到最后，文殊普贤的传音都归极乐。只是啊，世真大人啊，最后也是要归啊净土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